要先怎么样？急。对，在跳 check 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什么？它是一个什么步骤？对，它是个抑制步，所以我们的重心是在哪里？右脚，后脚。在中间，但更多的会感觉到是更多在后脚。OK，如果你们在跳的时候，如果只是想到出去 ，OK， 我们就已经摔进去。我要看到很清楚的是，你的主力腿永远不可以 late。OK。说一遍，主力腿永远不可以累积，主力腿永远不可以累积。对，在跳这个步骤特别特别的重要，特别在跳快步的时候。如果你晚了，你就什么，一开始跳的不协调，就什么，因为你来不及。OK，所以我看到很重要是你的腿，刚刚说的一样，你的后坐肌的这块内侧向里推动，你的内侧什么向上拉动，对，而你什么带动你的另外一条腿，很清楚的站着，对，然后你才可以什么两条腿一起。而前腿它只是一个什么 reaction， OK， 不要感觉是前腿在往下踩，更多的是我要 feel 到你的身体上已经通过你的腿带动已经产生了一个什么方向，对，已经产生了方向，所以你看你继续，然后你这条腿干嘛，对，而你会 feel 到很清楚的你的核心站在两个腿的中间， OK， 然后下一步特别特别重要，你的后腿特别支撑特别重要，不可以让我感觉是松膝盖出去，我要 feel 到当你走之前你要去感觉到什么，你的后腿，对，你的后腿的这个跟你的核心感觉是有很强的连接，对，是有重量的，而我的重量并不是我整个人 OK， 只是推到我的核心的位置，对，当我走的时候我要 feel 到是你的这要支撑腿带动，对，带动，其实我还是站在我的这条支撑腿上，跟这条腿其实没有什么关系。然后一般我在教课大家跳最丑的其实就是 round， 因为什么没有完成的主力，而我这条腿的带动是像什么圆规一样 ，OK， 我要 feel 到我的主力腿带动我的整个后背和我整条腿 ，Yeah， 而这里是可以听还是不可以？可以。Ziga， 然后呢？Ziga， 所以我这条腿要干嘛？推动 Ziga， 对，所以我的腿它